是燕宽老师，气行则血行，气血行则百病除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示范第二个预备式，叫活腕式。我们的手，手三阴经，手三阳经，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气血能够整个顺畅。所以我们接着要来松活我们的手腕。首先两手在胸前，以小手指为主，然后把手带领手腕转掌打开，如同扇子一般做一个开合，小手指带领上来，转手腕，手指头同步的打开。最重要，不要把这个幅度做得太大，只要感觉手腕有转动即可，尽量的配合到手腕和手指头能够同时灵活的转动。当我们在这样转动的时候，可以帮助我们的手指头筋骨关节放松，同时手三阴经三阳经可以达到气血循环的功效。做的时候都要量力而为，不要过度的用力或者拉动拉筋，只要觉得舒服就可以。这是预备式的第二式，活腕式。